那你今天想去哪呢？嗯，我都可以。你呢？你饿了吗？附近有很多小吃。不饿，我已经吃饭了。你呢？想吃点东西吗？我也还好，早上吃完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朋友说，附近有一家很好的小服饰店，东西又流行又便宜，我们去找一下好不好？好啊，顺便逛街。那你知道怎么去吗？好像就在前面，我们去找找看吧。好，没问题，往前走。走吧。你看看这件红色的好看吗？我觉得好看。那这件绿色的呢？这件也很不错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件？颜色深的还是颜色浅的？很难说，我觉得绿色的比较适合你，可是红色的也很好看。我也是两个都喜欢的。那两件都试看看吧。好主意，我去试试看。小姐，这件衣服好像有一点大，有没有小一点的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平时穿什么大小的？我一般都是穿小号的。好的，我帮你找找看，请稍等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小号的我们卖完了。哦，太可惜了。一件都没有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有。可是你看一下这件，跟那件差不多，只是样式不一样。这件我也挺喜欢的。这件很好看。我先试试看吧。好的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真的觉得好看吗？嗯，真的很适合你。你不觉得颜色有点太亮了吗？你穿起来很美。谢谢你，那我再去试试另外一件。她是你女朋友对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们只是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她是你女朋友。哦，不是，我们只是朋友。这件呢，看起来怎么样？这件也很好看哦。小姐，你觉得呢？嗯，真的很好看。还有先生的嘴巴真的很甜哦。请问这件多少钱？那件450块。这件呢？那件我看一下，这件比较贵，这件600块。有点贵，我不想花那么多钱，可是两件我都很喜欢，你觉得呢？我应该买哪一件？两件都喜欢，两件都买吧。小姐，一起买的话可以便宜一点吗？嗯，可以吧，两件都买的话可以给你打折。好啊，太好了。
好，这件是450，这件是620块，总共是1070。诶，刚刚不是说还可以打折吗？哦，可以啊，还没算好。打包五折之后是，总共是910块钱。你要付现金还是刷卡？我要付现金。给你1000块钱。好，谢谢。找您90块钱。谢谢。慢走。接下来呢？想去哪里？我想一下。你现在饿了吗？有一点。你呢？我也是。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。好啊。那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？这里附近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小餐厅，东西又好吃又便宜，要不我们去找一下。好啊，没问题，走吧。